蔡总统在立法院冲到总统府抗议民众不满婚姻平权法案通过初审，要蔡总统出来面对。 宪兵、特勤人员和警察措手不及，抵挡不住陈抗民众，差一点突破防线。总统府大门赶紧关上挡板门，四周更紧急调派蛇笼，围起重重防护。先前总统府观测门上木栓备受动作太大，这次面对千位陈抗民众，维安警力升级，层层包围总统府，滴水不漏。在这之前，立法院更是爆发激烈流血冲突。 推挤爆冲翻墙，警方挡不住陈抗民众。有人蒙混闯入立法院，马上被警方架走。好了，不用。再过去前面。立法院修民法、婚姻平权法案，司委会通过初审，反同婚民众立刻转移战场。 还是有民众强力反对，不过26号上午，委员会逐条审查后，把游美女、徐玉仁、时代力量和蔡意瑜版本，包含修正动议，总共6个法案，4种版本，统统送出司法委员会。不过要通过3读，最快也得等到明年3、4月以后。记者张凯亮，卓越财经小组台北报道。 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，让爱飞扬。